但是在那里你有看到吗？小美女哦。有时候我们在床上也会这样玩，好像人。对啊，你看你看，那个好像是那个不是马的，那个应该不是马。那个马你在床上玩的。他的脚好像手好像有点像他的脚好像手好他来乱的模板面了妈妈带他带他走这是家里的。
猴子就跳到床上。